大家好，我是智玩酱，是一名游戏主播。就是我现在的电脑设备不行了，直播的时候玩游戏特别卡，所以我想换一台新电脑。然后新电脑呢得10000多块钱，因为现在我这电脑就花7000多买的，所以说必须得换个10000多的才能不卡，才能流畅点。但是我没有钱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资助我一下啊。这个是我的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啊，这个是我的这个支付宝收款的二维码，就是大家谁愿意资助我就资助点儿，就是1块钱也不嫌少，你多点儿更好。就这样，我挺不好意思的，头一回，你们这也没办法了啊。